哎，大妮儿给我买新衣裳了。好。哎，你这个新衣服真不错呀，又上道，而且穿起来可富态了，一下子你显得年轻了十多岁。你这眼光真好，咋挑来真漂亮。这哪是我的眼光好啊，这是我家儿媳妇给买的。你儿媳妇的眼光可真是好呀。大姐呀，你家的丹妮儿真是孝顺。行了，下午就穿这身衣服，咱们一起跳舞去。哎呀，跳不了，下午还得看孙女的，下回吧。哎妈，你们在这儿聊天呀？哎，丹妮儿，你回来了。你给妈买的这身衣服阿姨们都说好看，尺码也正合适。哎妈。妈，喜欢就好。那你再跟阿姨们聊会儿天，我们就先回去做饭了。你刚才怎么不让我说话呀？那件衣服不是你买给你妈过生日的吗？我知道，但是你又不是没看到，咱妈多喜欢那件衣服呀。哎，自己妈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她要是喜欢，过几天再给她买一件不就行了吗？那么多人呢，我要是当着她面说实话，那不是让她下不来台吗？那现在你妈生日怎么办呀？反正我明天单位也有事儿，有可能去不了了，晚上我给转个红包就好了。哦对了，咱妈要是回来了，你可千万别跟她说那件衣服的事情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喂妈。丹妮儿，你和强子的礼物我妈收到了，你婆婆家真辛苦的，还亲自给送过来啊。你们没时间来，妈也不怪你们，你们太破费了，又给妈买衣服又买鞋，还给你爸买酒，你爸也非常的开心，知道你可能过得非常的好。